太计较难相处，私下就找全班上台面。贺嫂是真的很计较，计较到都快我们大爆炸。我上一次拍你的 YouTube， 你也没有给我钱。生物链，我 YouTube 只有花了五分钟的时间，你的影片花了一个礼拜。我拍个 YouTube 频道，我让他说几句话就好了。他跟我说，你跟我熟吗？各位观众请注意，今天晚上11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二分之一强。